很快，春天来了，天气变暖，鲜花盛开，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。师徒四人继续西行，他们准备翻过一座山。悟空让大家停下，八戒，你去看看山上的情况，山上可能有妖怪，我不想让师父受到伤害。八戒嘀咕道，你总是让我干累活。八戒不高兴地向山上走去。悟空转身对唐僧和悟净说，我去跟着他，我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查山。悟空隐身后跟在八戒后面。八戒走了一会儿，当他确定大家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时，马上转过身来。你个傻瓜，八戒大叫，你总是让我干累活，这次我才不去呢。哼，我要睡一觉，等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就撒谎说我已经查过山了。八戒找到了一个大木头，他躺在木头后面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这头猪太懒了，悟空想，我要教训他一下。悟空变成了一只啄木鸟，开始啄木头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八戒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着什么。悟空又开始啄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八戒坐了起来，别再啄了，讨厌的啄木鸟，我要睡觉。他又睡着了。悟空落在八戒的头上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啊！八戒大叫着跳了起来，悟空飞走了。八戒挠挠头，我连打个瞌睡都不行。哎，他叹了口气，我看我还是回去吧。当八戒回来时，他撒了个谎，我查了整座山，他说很安全。你看到什么妖魔鬼怪了吗？悟空说。八戒摇摇头。那啄木鸟呢？悟空问。你看到啄木鸟了吗？八戒看上去很惊讶。什么？你怎么？那是我啊，八戒。悟空大叫，你去打瞌睡了，你根本就没去查山。八戒低下了头。八戒，你觉得好意思吗？悟净说。唐僧皱起了眉头。八戒，你再去查一遍吧。八戒又走回去了。他走了一会儿，看到了一只狐狸。我知道你是悟空，他大叫，他挥舞着钉耙，狐狸跑了。一只小鸟飞过了八戒的头顶。离我远点，悟空！八戒大叫。当他向那只鸟挥舞钉耙时，不小心绊倒了自己。悟空！八戒大叫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你隐身了，你还把我绊倒了。八戒站了起来。等他确定没有听到也没看到悟空之后，他才继续走。八戒每看到一个动物都要挥舞着钉耙大叫。路开始变得非常陡峭。不一会儿，八戒走到一个洞穴前，一个妖怪站在洞穴门前。八戒举起了钉耙。你是谁？他大声问道。我是金角大王。妖怪说。你是谁？我是猪八戒。八戒说。
我正护送唐僧去西天。哦，唐僧，妖怪嘴角扬起了笑意。我听说吃了唐僧可以长生不老。八戒朝金角大王挥舞着钉耙，你绝对不可能伤害到唐僧，八戒大叫，我的钉耙非常厉害。八戒向金角大王冲过去，但是那妖怪十分厉害，八戒被打倒了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绑在了一个漆黑的洞里。八戒去了好久，唐僧说，希望他没出什么事。悟空皱了皱眉，他肯定又去睡觉了，我应该跟着他的。我们还是继续走吧，悟净说，我们会在路上找到八戒的。我们得小心点，悟空说，我们还不知道山上有没有妖怪。一行人朝山上走去，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个声音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一个男人喊道，有人需要帮助，唐僧说。他们迅速跑过去，发现路上躺着一个老和尚。哦，谢天谢地，老和尚说道，请帮帮我。唐僧从马上下来，我们一定会帮你，他说，请起来吧。我起不来了，老和尚说，我的腿受伤了，非常疼，他开始哭。我怎么回家呀？不要哭，唐僧说，我们会帮你的，你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？有只老虎袭击了我，老和尚说。悟空怀疑地看着老和尚，他不是真的和尚，他想，他肯定想要伤害师父，但我不能告诉师父，他不会相信我的。悟空，唐僧说，你抱着这位可怜的老和尚下山吧。悟空走了过去，抱起了老和尚。老和尚大叫，小心点，悟空，唐僧说，他的腿伤得很重。一行人继续沿着路往前走，悟空抱着受伤的和尚，他走得很慢，跟在唐僧和悟净的后面。我知道你是个妖怪，悟空低声说，我也知道你想要吃了唐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老和尚说，我只是个和尚，老虎袭击了我。悟空大笑，哈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孙悟空，我曾经打败了所有的天兵天将，你最好不要有伤害唐僧的想法。突然悟空觉得自己身上被什么重的东西压住了，他向上看了一眼，发现一座山正压在他的头上。悟空又笑了起来，你要用法术把我困在山下吗？好吧，让我来告诉你，佛祖曾把我困在五指山下，我连那山都可以举得动。悟空觉得更重了，现在两座山压在了他的头上，他走得更慢了。这重量还是无法阻止我，他说，现在唐僧不在旁边，我要用我的金箍棒打你。突然那老和尚消失了，第三座山又压了下来，悟空的膝盖弯曲了，三座山同时压了下来，悟空被困住了。老和尚又出现了，一道光闪过，他变回了妖怪。
金角大王开心地大笑。孙悟空是这一行人里最厉害的，打败悟净会很容易。今晚我就吃了唐僧。